说主人啊，你这是要睡到什么时候啊？谁在跟我说话？别再赖床了，赶紧起床，我快要发火了啊！卷心菜，天哪，你主人，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我早就想跟你说话了。哎，谢谢你卷心菜，我突然就想起妈妈了。哎，你知道什么是爱吗？爱，那什么？猫可能不了解，但人类懂得什么是爱，那就是喜欢某个人，珍惜某个人，想要和某个人在一起的心情。哦，听上去好像是很美好的感情啊。我虽然好像听不懂，但是我感觉你说的好像还挺温暖的。是的，在你身上啊，满满都是妈妈爱的回忆。主人，嗯，我怎么了？那个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已经知道我下一个要消失的东西是什么了。魔鬼，他抱起了卷心菜，直直地盯着他。似笑非笑的样子让他内心一阵慌乱，不祥的预感一瞬间把他包裹住了，他感到心跳加速，呼吸困难。不要，不要，拜托你不要啊。卷心菜，卷心菜，卷心菜，你在哪儿？主人，其实我是愿意为你消失的。不，卷心菜，你听我说，我完全无法想象没有你的生活，都因为有了你的陪伴，我才一步步走过来。我不能让你消失，我不能。你决定好了吗？是猫消失，还是你？不，等等，卷心菜，卷心菜，你在哪儿？卷心菜，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吗？妈妈说要我替她好好照顾你的，可我却为了自己多活一天把你舍弃了吗？